首歌是一位很漂亮的女歌手的作品，这位女歌手虽然她没有推出太多的歌曲，但是她的声线是令人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她是麦嘉瑜，接下来要唱的作品是她最近期的《终生旅游》。
嚟緊最後一首歌，我哋翻翻去普通話歌啦。咁呢一首歌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啦，係周杰倫嘅作品《最長的電影》，希望你哋會中意。最長的電影，希望你中意。